雨季马上就要来临，台南北门区公所上午由区长张振郎带着东林来到抽水站视察设备状况，并且提醒厂商平常时得做好定期的检查和保养。咱拢知影，因为即马即个汛期吼要到啊啦吼，啊，阮北门即个所在吼，佫是较阮挖海吼啊地势吼较低啦吼，啊，所以吼阮就是伫即个汛期进前吼，阮就是甲即个。抽水就是开口厂商吼，阮的水门啊，个抽水机、抽水站吼，诶，即个开口契约吼，阮就甲完成啊，吼，啊个即个沙包，吼，啊个即个防水的挡板吼，啊，即个相关的即个物资的准备吼，阮拢准备好啊啦吼。抽水站的抽水机甲排水沟等等设备是每一个所在防止淹水的重要设施，透过全面性的准备。相信在河区内居民伫咧大雨来临的时阵，加一份安心。今仔日吼，就是来看这个阮四号水门吼，啊，伊这个操作的情形吼，啊，伫遮嘛，迄个应吼，咱汛期呐，风台啊是豪雨来的时吼，啊，阮这操作的状况是安尼啦，安怎吼，啊，算讲吼，阮就尽量吼，把这个灾害吼，甲降低到最低的程度吼，互阮的这个里面吼。也在这个安居乐业安尼吼，不要在这个生命财产哦受到损失。区长张振郎嘛提醒大家，家己居住的环境周边也检查是不是排水功能良好。北门区公所嘛拢有准备沙包和民众使用，大家做伙用认真的态度度过过来雨季。南天新闻台三北门采访报道。